佢訓戒咗21個警員啊嘛，呢、這個啊，而家我訓戒第22個警員，佢叫鄧炳強，我判佢落地獄，訓戒咗噶啦。佢訓戒人哋喎，有冇賤格啲啊？打記者，我淨係用案嚟講啊，唔用其他濕濕碎嗰啲唔講。印尼嗰位女記者9月29號被人打盲咗隻眼。要告警察報案，警察話冇得做。而家人哋點啊？去法庭嗰度攞，到底邊嗰日邊幾個執勤？嗰群警察裏邊邊個開槍射到佢盲？你知唔知呢個法庭話喂，你真係俾人哋嘅話，就告你喎。就算唔係刑事，唔係用刑事程序告你，用民事索償，你都要俾啲證據人嘅喎。你知唔知警察點講啊？鄧炳強，係啊，我揾到個警察啦。而家知邊個警察開槍，嗰日有邊個開槍，但係冇證據證明，我哋唔知道嗰個開槍嘅警察，嗰群開槍嘅警察係咪射盲嗰個印尼女記者啊？喂，哥，喂，記者，你聽到你都笑啦。人哋問你個身份㗎嘛，咪交出嚟咯。而家都唔知㗎。阿哥，嗱，第一个证据你系有蛇记者，喺法庭已经颁令咗，唔该你交个警察出嚟。而家警呢、這个警务处话喂系啊，有群人开枪啊，不过我唔会话俾你听，我哋内部都调查唔到嗰条友有嗰群警察边个开枪，系咪就系射到个印尼记者？喂，黐线啊！咁你就拉唔到反噶啦，如果警察系咁。第二。是不是打學生？83是不是？又是案來的。有一個學生會的會長在83被人打，打完之後問警察拿片，又拿不到，又要用文字問黨鐵拿了，現在拿了，終於在高院判了，要給片了，為了鄧炳強坐喺呢個寫字樓壓招噶，又係食招噶。喂，你訓戒嗰21個人，你係真心嘅，就要俾片啦。全部要人哋去法庭嗰度打幾堂官司，先攞到俾人，你係咪啊？831打學生好清楚啦，攞片。929打記者攞片。仲有一樣，我覺得牛哥真係戇居嘅。打議員啊！這個尹兆堅被人兜頭幫，全香港看到啊！看到一棍扣下去，證據確鑿，全部是法庭說麻煩你交個人出來。這個監警會的主席就說喂，我們都未夠料，喂現在在哪裡啊？沒料啊，現在這個721就不騙人，現在我判他訓戒第22個鄧炳強落地獄。好，我補充兩句先。